我的人，蔡英在极限的时候超过有四成头。难道游子一生走的不败神话会在今天打上问号吗？对，我们现在访问拜个 A 组的，这叫甘味是不是？甘味嘛，第一就叫甘味嘛，对不对？啊，请问怎么称呼？跟刚刚一样。听说我叫游子俊，场上没有对手的男人。啊，对，他叫游子俊，场上没有对手的男人。哎，刚刚我们都当赛评这么久了，那终于上场比赛了，有没有感觉到开心？那个，我可以跟红旗手合照吗？你们自己下联络了，好不好？我要访问第一名，所以那个红旗手这边。好，我们来访问排位在第二名的飞大姐蔡毅。哎，你的名字其实还算蛮陌生的，在 ECR 啊，有第一次比哦，就追上了练很久的游子俊，差很多队啊，他比你早练十年，你知道吗？所以再给你十年，觉得有办法弥补这个距离？他有办法，应该有办法嘛。所以是真的没有觉得他很厉害？没有，要见我活得过十年。好，不要这样子讲。原来就是你很厉害，因为第一次比赛拿下第二名的成绩。你知道你旁边的黄辉啊、林冠成啊，之前都是这个比赛的常胜军欸。我刚刚排位赛就已经讲，我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干嘛，肯定都没练车、没比赛啦，对不对？然后你第一次比赛就赢过他们两个，然后他们现在很不爽，等一下就会超过你了啦。所以你要努力的去跑，努力去追。如果可以的话，扒掉他好不好？好，我尽量。好，好啦，我们访问就是黄辉啦，黄辉嘛。你也是 UCR 这个组别召唤到 OB 组的常胜军吗？没有过比，没有过。那拜个 A 肯定常胜，这没话，这没话讲啊。我们都见面好几次了。那你前三名你也是保证班的嘛？对。那我说真的啦，我访问你的情况下很少在排位赛一次输给两个人。这是比较意外，比较意外嘛。而且我刚刚真的在看秒数的时候，我真的我没有失礼的意思，但是我一直觉得你们在暖胎，你们到底怎么要冲？对啊，我本来跟在那个没有对手的时候，秒数真是走了，我跟不上。是因为你的秒数其实做的整体都是越快的多。对，太久没骑车嘛，没关系。排位赛我们黄辉已经把状况找回来了，现在决赛咱们看着办。有信心吗？有啦，有啦，就这一场嘛，处理一个第一次比赛的跟。一个比很久比赛的一次处理，反正处理一场跟两场都一样，杀一场就杀一双。好，没有问题。好，我们觉得好好加油。好，红旗手退场，位置举起，开始起跑。游子俊选手起跑相当快，一马当先。涨价的地方没有悬念的成分。好，在第二名蔡毅，哇塞，这真的不像第一次比赛的样子，这如何去掌握，真的是相当好，而且是紧追在游子俊的后方。那黄辉的话也能够落实到第三名出道的位置，现在依旧走在第三。不过很久没有比赛，林冠成反而从第四掉到了第五位。好，现在第一圈还没开始，还没有过，但是可以看到蔡毅选手他的进攻欲望是相当的猛烈。如果在赛事的后半段，赛毅还有办法跟上游子俊选手的话，那游子俊可能要小心啦。好，赛事过了一圈，目前依旧是游子俊保持领先，第二位蔡毅，第三位黄辉，第四位是石一成，第五位林冠成，第六位吴东展，第七位是刘冠杰。蔡毅选手，
为都是两个人，然后又很会洗车，对，不小心顶住了。但是在第二圈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被刘子敬拉开多少哎、欸！天哪，玉成第一次比赛有办法提到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厉害。因为刘子敬是留下或者是全台湾出了名的大将。那目前在第三名的黄威，可能今天看整体比赛关系，暂时还没有办法把节奏给找到的更快，暂时居于第三。不过他已经拉开了后方的选手的平均距离。挂到成大附中的石玉成及文华科技大学的林冠成，我的天！蔡毅在极限的时候超过刘子敬选手，难道刘子敬选手的不败神话会在今天打上问号吗？不过蔡毅选手之前保持的节奏真的相当快，然后在弯道的距离上完全没有一丝空档，不过刘子敬在被超车之后进攻欲望是相当强烈，跟得非常近啊！哎，在一个倒数第二的内线，蔡毅选手好像稍微漏出掉刹车的 APS 点，然后到了极限的时候，蔡毅选手的极限稍微有点优势，不过一到弯道，刘子敬就会强势的直接吸进蔡毅选手。哎，蔡毅选手突然因为刘子敬选手内线的进攻而被吓了一跳，就把自己的门户大开，让刘子敬又再度超过。好，现在刘子敬选手重新回到第一名的位置，第二名看第三黄威。那看样子，刚刚刘子敬被超车过一次之后，现在重新超回来，肯定是不会有所保留，应该会把自己的单圈优势给毫无保留的展露出来。好，果然不出我所料，在超车过后的一圈之后，刘子敬选手稍微拉开了以后，放开距离大概三到四台车身，来，我们看看蔡毅有没有办法重新稳定自己的脚步，再次对刘子敬选手发动进攻。好，再次剩下最后的六圈，现在领先的是刘子敬选手。那刚刚一度超越刘子敬的蔡毅目前正准备拉开一点距离，现在看起来第二。黄威的话现在是稳稳的在第三的位置。不过第四名的石玉成以及林冠成在争夺第五名上的资格，现在是非常强烈哦。而且刚刘军选手在被蔡毅超车之后，马上把自己的最速单圈给拿了出来，可能是刘军选手
这几年跟 VR 沉浸上像开一样快速发展，稍微所谓怀重宝者不与业主，正大功者不与君子。好，现在已经利落的超过路边车辆。意外的话，接下来那个时间的话，他的冠军保证应该是不会被撞到。那他预现在宇宙在保持在第二，因为后方的摩羯座离他的距离就是大概接近一条直线。好，回到场上，第五名的中国龙华科技大学林冠成已经成功的超越了成大附中的徐昱成，来到了第四名的位置，而且在一圈过后也拉开了与徐昱成的距离。我在北河科技大学现在第二名的蔡立新上，感觉到稍微有一点被反超之后的道路问题，看得出来有一些弯道都已经错过了发射 AS。车子有问题，还是人有点慌了手脚。好，再今天最后的。好，在今天最后两天保持领先的，一个是龙华科技大学刘启俊，第二名和科技大学的蔡毅，第三国立台北商业大学黄威，第四龙华科技大学林冠成，第五成大附中徐昱成。剩下最后一圈，好，有几句，现在最后一圈，持续遇到落后的车辆。我都在他的技术超越之后，来到了最后一个弯角。好，恭喜带着 A 组拿下冠军的是龙华科技大学的游子俊，第二美和科技大学蔡毅。
首先为我们颁发第五名，快个 A 组的第五名石义成，第四名13号尹冠成，季军黄威，亚军蔡毅，以及冠军看大家都没有的游子俊。来，请所有选手上台。哎，下个颁发组别为 SCOB。来，大家看这边，3、2、1。